我说，我关云长秉承忠义，献上一言。听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借用你的智慧，抱歉。很简单。我曹孟德定会立下战功。什么？没关系，打扰了。你有事吗？打扰了。没关系，是再说一遍。我有事向您报告。哦，感谢。打扰了。这样也不错。荣幸之至。令人恼火。我曹孟德的道路不容阻拦。我会捏碎蝼蚁之辈，亲自领教忤逆我董仲颖的罪孽吧。曹操暗杀董卓失败后，艰难地逃出了洛阳，四处躲藏，最终到达了故乡陈留。天不亡我，这次定要举兵讨伐逆贼董卓。曹操声称得到了讨伐董卓的诏书，开始招募士兵，众多勇士响应其号召聚集而来，其中
也有曹操一族的勇将们。多谢各位的到来。其实我一直期盼着这一时刻，期盼着曹操大人名扬天下。拥有能力平定乱世之人，非曹操大人莫属。夏侯惇大人所言极是，我等悉听差遣，定当竭尽全力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无所畏惧。说得好，讨伐董卓只不过是个起点，今后定要向天下展示我的霸道。我关云长要贯彻忠义之道。敌将速速上前，我来做你的对手。蛮勇并非真正的勇敢，成为青龙偃月刀下的亡魂吧。成为青龙偃月刀下的亡魂吧。手撕吧。我已致刃，重新再来。愿意效劳。抱歉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我有个好主意。
开始。开始。我曹孟德的道路不会有误。哼，你怎么看？嗯，我原本初毫不迷茫。为了讨伐董卓，各地的诸侯都响应了曹操发布的榜文，聚集起来。为了天下百姓，必须讨伐蔑视汉室、专横跋扈的逆贼董卓。在曹操的推举下，袁绍就任了联合军的盟主。我还以为盟主之位非你这个发起人莫属呢。袁绍大人是四世三公的名门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盟主了。哦，这样啊。正义在我们这一方，各位冲啊！就这样，反董卓联合军举兵了，他们势不可挡地攻向了汜水关。就是这么回事。你的恩情我永生难忘。出发。惜命的话就速速回避。蛮勇并非真正的勇敢，成为青龙偃月刀下的亡魂吧。
死吧！开始。是我这家。成为青龙偃月刀下的亡魂吧！守尸吧！我已致刃，重新再来。结果是这样啊。